我想问你一下，好，你觉得这些是需要做的，可以做可以不做，还是不用做的？一是上课。我觉得上课不去做，因为从上课我们会更聪明的。第二个写作业。写作业也不去做，如果我不写作业，老师会骂我的。聊天可以做，可以不做。有空的话，我会跟我的朋友聊看演出。天。我觉得看演出不需要做，因为我不喜欢看演出。最后是运动。运动可以做，可以不做。我不太喜欢做运动，可是我也想锻炼身体。解释了，谢谢。想问一下，你觉得这些事你先做，可以做也可以不做，还是不用做？第一是上课。刚才你去做的。第二看年轻。可以做也可以不做。第三写作业。也是必须做的。第四。我觉得是必须做，因为聊天可以让我们可以更认识别人。第五，旅游可以做也可以不做，有空的话就做。最后是运动。当然就是必须做的。谢谢你。Kelly 你好，我想问你一些事，这些事是必须做，可以做也可以不做，还是不用做的。上课。上课必须做，因为我是一个大学生。然后看电视。可以做，也可以不做。如果我的个性满意你，我必须做。然后写作业。写作业必须做，因为是我的责任。好，聊天。可以作业可以不做，如果心情不太好，必须做。然后旅游。旅游，如果有空必须做。最后的是运动。必须做，因为运动对身体很好。好，谢谢你。健身是必须多，还是可以多，也可以不多，还是不用做？上课呢？我是大学生，所以上课是必须做的。看演出呢？看演出是不用做的，因为我觉得看演出是只有花钱。然后写作业呢？觉得写作业是必须做的，因为写作业的时候能帮我学习看。聊天呢？聊天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，要是有空的话，我一定看朋友聊天。你有呢？写作业，我觉得必须做。
对啊。我觉得比西多，因为跟朋友聊天，帮我学习汉语。游泳呢？我觉得可以多开始，可以很多。最后运动。我觉得可以多，也可以多。好吧，谢谢。根据我们做的调查，可以断定，上课和写作业是我们必须做的，还有旅游、聊天、看演出、运动是我们有的做必须做的，有的说可以做可以不做，也有的。